要不再又出去吃嘛？明天下班回来就中餐，好累哦。有啥子嘛？现在菜市场的菜又便宜又新鲜，你就不晓得菜价又涨了，外头的饭不晓得好贵。这个要高兴吗？啊，谢。同学也是怕你辛苦嘛。我不辛苦，你才辛苦，每天要坐20多站地铁去上班。再坚持一下哈，我们现在每个月都能存点钱，等到时候到年底了，攒钱买辆车，到时候再把妈妈接到北京，我先逛一下，走。老婆，你看看这个。我今天刚刚发了年终奖金，加上之前的理财收益啊，明天咱们就可以去开车子了。以后啊，我就能开车子接你上下班，你也不用再挤公交车了。妈，不是我。